兄弟们好，最近啊，嫂子关系给我有点疏远了，原因是要了好几次鲫鱼，我没给她，钓不着。不过今天能钓着啊，找了个好地方，试试给嫂子多点板鲫，啊，这样才能换饺子吃嘛。就这儿吧。最近呢，不是不想跟嫂子拉近关系啊，确实啊，走哪儿都钓不着鱼，好几天了。不过这个地方呢，感觉非常好。打点这个蜂蛹米，嫂子都说了，再钓不着鱼就别往家门口过了啊，上下楼都不好意思了。嫂子这喜欢吃鲫鱼这个毛病啊，回头劝她改改。哎，这儿打一个窝，行，打两个窝就可以了。不过兄弟们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鲫鱼下奶我知道，这嫂子那大年龄了也不下奶，她说美容养颜。不过确实吃完鲫鱼之后感觉哎年轻了不少。行，窝打里头啊，咱等上个20分钟直接开钓。咱还是选了一只钓鱼王的12米的通天，7星漂线组朝天钩，挂的是红虫，试试窝里有没有鱼。来个一杆秒上鱼，吃吃吃吃吃，吃住了！哎，这家这个鱼拿回嫂子可不高兴啊，太小了，差不多快1两了吧，但这鱼的颜色是正点。鱼小也得先放户里，万一最后一条没钓着，这也是能交差的嘛，是不是？来，放户里。背口的。哎，中了！哎呀呀，先上小的，哎，后上大的。又是个小的。必须得走一下程序，不走程序是不是不行？小的先上，后上大的嘛。太小啊，但是呢，先放户里。孙哥，钓几个了？5个放跑一个。不是故意的。啊，故意的，还是小呗。不是我自己来钓的时候，真的都是3两一条。我带你一来，三条一俩，你说这是我方了你呗？啊，真的，我前两天自己来的时候，都是每条都是三两的，你一来变成三条一两了。我现在这个人专方大师，我都快湿透了，我都快湿透了，别方了。你选的地儿不错呀，就是呀、啊。这说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，这为啥不出啊？人品不行，只能说你人品不行。你钓几个了？我钓俩，仨，放跑一个，放跑那个有半斤。你要说跑鱼，我这也跑，是吧？咱是实打实放生。啊，我上两条，半两一两的。我是你的一倍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鱼。我摸着规律，别动，扔着杆子别动，等。我那一多半都是看着没口的逗半天，我把杆子往下一放，籽儿就拉走了。啊，不能逗。那行。一逗就是小鱼儿吧？那我在这等会儿。你逗也没口哎。那扔那等会儿呗。啊、就是往那一扔，看，我说对不对？来，我说是不是吧？哎呀，跑了。跑是跑，对吧？不能动，你撂着等。没错吧？对，好好的。给口了，给口了啊！来了。哎，孙哥，哎呀，这鱼也忒小了！哎呀，我天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孙哥，啊，这鱼太小啊！太小，放了吧。
才3两多，不到4两。你那鱼有1两不？哎，也就是1两啊。你不是钓4条了吗？我1条追上了啊。4条，你过来看几条。这个点鱼开口不是很好，它不是大口大口的吃，它在吸溜，哎，舔一口。来了，嘿嘿嘿。不是我不上鱼，上就是大的。快看森哥，森哥，这主要是我今天有任务在身，给嫂子拿回去的鱼必须是这种个的。森哥主要没任务，他没嫂子能钓着大的吗？发户里。只是这儿鱼的密度确实有点低啊。是不是你偷偷都给拔走了？没，温差有点大。你看昨天10几度，今天20多度。哎呀，森哥耶，仙丹。我跟你说吧，你用仙丹钓吧，都是大的。看我这仙丹钓的多得，虽然半天给一口就是大的，上来都是8磅的。太懵了，哎，入户。我拿仙丹，你给我一两只呗。鱼了，给口嘞，给口就得上。哎，行，这个个也可以，相信。嫂子看到这种鱼，他就满足了。孙哥，你能挑出来一条比这个大的不？啊！我那有个穿花衣服的，你那是两个穿婚纱的，一个穿那个，就这个中国风的那种。哎，孙哥，其实你钓的鱼啊，说实话真厉害。曾经那个老头跟我说，他这条河里边就一条红色的鱼，都没钓上来，好几年都没钓上来，一下让你钓上来了。你的意思，今天我赶紧去摸奖去。对，买奖去，指定能中奖。所以他那鱼有点小。小鱼儿，能不能钓个大的？看我的！哎呀，之前跟你说的坑里边就一条红的，是骗你的，搁这里边2条。哎，你钓了一条小的，我钓了条大的。那个师傅说里边就一条大的，就这个。我怕是你受到伤害。我不怕伤害，没事。10000点伤害，亲哥。哎，弄好了，这鱼漂亮啊，放户里去。来了。哎呀，你看看这是啥？数量又多，鱼又大。连杆子的节奏啊。你看这啥情况呀，孙哥？这啥情况呀？上就是2、3两、3、4两的。也把我仙丹吃完了，这家伙坏啊，敢偷吃我的仙丹，这鱼不是成精了，它要成仙呀。入户。来，自从啊这个3胎的政策开放之后呢，这个鲫鱼也贵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是不是下奶啊？又一条，这个鱼穿裙子啊，长尾巴，有点像这个锦鲤的感觉。哎，它上鱼我都惨不忍睹，小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不钓了，看看鱼。哎，差不多有小2斤。个头也可以啊，但是有点少，去森哥那儿看有没有大的，借2条给嫂子拿过去。森哥，你这有大的我借几条，我这有点少啊，这送礼送的也太少。我说你这鱼也不大呀，都
差不多挑两条稍微大点的啊，我实在挑不出来大的，哎，这个还行。捡大的拿，捡大的拿。不是我实在挑不出来啊。算了算了，这些你的小的还是放了吧。你知道你为啥今天钓的小不？我咋不知道哎？仙丹。这仙丹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这个鱼呀、啊，这个季节它产子怀孕了，它害口，吃这个肉啊，它容易反胃啊，吃吐吐。这是湖北的味儿。你得换个味儿啊，对，你得换个味儿，比如用那个仙丹，或者面食之类的，那个鱼就可口好了。为啥不给我一个？这不是做今天咱不是做实验了吗？绝对比你大，多一条。行，那今天就这样吧，兄弟们，个大啊，今天就这样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